说实话，真的这个远发姐姐，老子气息，比咱们你看那，咱们刚才有2000多个人，真的她是很气息的一个人，她说到那个点上了，行吧，王菲的家人们，行不行？喜不喜王菲的家人们？你们说喜不喜？来，你们赌的哦，就打个赌字哦，喜不喜？家人们，感谢王菲的家人们哦，喜不喜？我的话100%，包括以后成也好，败也好，我就站在王菲这边了。你看，包括刚才远方这个姐姐，包括我。我们两个都站在王菲这边了，包括你们在看的每一个王菲的家人们也是一样的，差不多是一样的，就有那么几个黑粉，其他的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明天首先打电话给王菲。如果王菲下几天要不接的情况下，咱们就找她的助理阿杰和小小他们两个，然后把刚才姐姐远方和我的想法给他们说，然后看一下王菲那边到底出什么事情，出什么事情，过后。再去决定这件事，这个事情，给调解人说还是，怎么样？这个事情，咱们不提别的，就提王芬的一句话，行吧？就提王芬的一句话，行吧？打电话也，咱们就不打了。现在是10点半了，因为王菲不是咱们这样，对吧？人家事情多的是，咱们也不去打扰，因为对吧？他有可能在谈些项目啊，谈些就是个人那种益处啊，各方面，可能在家里面就是出点事情，不要给他，是吧？添麻烦了，就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咱们明天嘛，现在晚上的他肯定现在打电话，他也肯定来不了，他也肯定解决不了，对不对？咱们就不打了啊，咱们就明天，明天咱们就跟他说，因为。对吧？咱们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忠诚粉丝，咱们，对吧？就像刚才那样，人家王菲华莎都不及咱们这些太监，就是咱们这些，臣民，对不对？急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咱们就不打了，因为，虽然咱们是去扒他，对不对？咱们是去扒他。但是人家以为是一个骚扰电话，怎么样，就觉得不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咱们就不好了嘛，咱们有事明天说嘛，因为明天大白天的，对不对？我给他打电话，12点过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如果不多的话，咱们就去找阿杰嘛，就是他助理嘛，对不对？找他助理，小小的话，我就不跟他小小说呗。我就给他阿姐说，叫阿姐过来，是给他说就可以了嘛？干嘛给小小说嘛？小小的话，虽然他们说变好了，怎么样，但是我不记得的，他也变好了。巧布的话，咱们就不谈了嘛。巧布的话，他这个小人，咱们就
不吃利息了吗？对不？好吧。哎，你来来，咱们不提那个话题了。就按照刚才，远发姐姐和，对吧？我们两个想着去搞，好不好？因为他说到这个痛点了，就真的说到这个点上了。然后明天的这个决定权就交给王菲。反正我明天会打电话的，因为杰哥应该阿杰就是阿杰嘛，就是他那个助理，阿杰应该也在这边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找球吧。对，但是球不的话，不可能。我就明天他应该在呢。如果公司里面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他应该还在这边呢。不可能，王菲不可能不管阿敏，那种的啊，行吧。咱们就不扯那些了。咱们现在，好像来，咱们就讲一下别的嘛。听说球部表白小小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球部表白小小了？球部太坏了，对不对？咱们不扯那些了，对球部不靠谱的。其实我认为啊，肯定，我认为是这样子想的，小小，小小为啥变好？球部为啥表白这个小小？我认为就是现在阿明为啥他变好呢？因为现在阿明有回忆了，然后他就抓好人，然后他就讨好王菲那种小小的话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巧不对小小的话，现在小小也站在王菲这边了，然后他就，以前的话最起码也是小小罩着他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小小。站在王菲这边了，他就死缠烂打，他就跟要么跟小小表白，要么就这样那样，对不对？应该，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啊？你们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小小妹变好了，她是私底下。是的，是的，小小换的人，是小小的爸爸把王菲叫走了。现在小小好了，对不对？好了就好了嘛，好了咱们就，对吧？咱们也不求那些了嘛，对不对？好了就好了嘛，咱们，有些说小小不会变好，有些说小小已经变好了，但是不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观念不一样的嘛。我这个是我的想法啊，你们也不要生气啊，对不对？咱们都是关注，咱们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咱们都是想把王菲和阿美他们事情处理好，对吧？咱们就不要说你不要说小小的坏话，我不要说不要说他好拉好啊，咱们就不扯那些嘛，行吧？小小当然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个人观点啊，是应该是个这么一个情况。为啥小小一下子就变好了呢？为啥？那他前面为啥专门欺负阿梅？现在阿梅要嫁人了，他一下子就变好了。对不对？巧不以前为啥？人家小小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表白？小小现在又给他，表白了，对不对？
来，咱们逗的不说啊，小的不闹，我明天去那里嘛。然后来，咱们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行吧？咱们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啊，没关注的关注一下，然后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啊，加入一下粉丝团啊。然后啊，给这些送礼物的，这个你送礼物的，送啤酒的，给这些点一波关注啊，行不行？咱们给这些送礼物的，来，你们来，我这个手机看着你们嘛，你们刷啤酒的，我就给你们点关注啊。然后咱们以后也可以在私底下聊天，行不行？我跟你们，刷啤酒的，我就给你们点关注啊。好不好？咱们然后欢迎来到西夏网，感谢诱惑，诱惑我给你点关注了啊！来啊，咱们来，我一个一个给你们点关注。来，西夏试车我也给你点关注了啊！西夏试车啊，西夏试车啊，这个是这个，你看这个是我的吗？哦，给这个西夏试车点关注啊！来，西夏试车，我给你点关注了啊！刚才那个诱惑，我也给你点来点关注了。来，咱们刷啤酒的，你们没关我给你们点关注嘛，行吧？小小现在也。是在抓小小，其实是那个啥，粉丝你生气了没有？你的粉丝什么？来，咱们刷啤酒啊！你看你批评我，给你点关注了，你看。啊，我最近感冒了。感谢你批评啊，我给你点关注了的。来，你们刷啤酒的，我跟你们点一波关注啊！明天等你消息，好的好的啊！来，你们没有加入粉丝团的，加入一下粉丝团啊！加入，感谢张可啊，张可，我给你点关注啊！张可，明天等你消息，好的好的啊！千万不要告诉小小办事，千万不要告诉小小，他们三个不要。告诉阿姐在这里吗？阿姐好像在我们这边，但是今天我找不到，我本来今天想去找他们的，但是找不到。今天我本来是想去找他们的，不要告诉小小和球部，对不对？有阿姐的联系方式吗？没有没有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是干嘛的？我是干嘛的？你聊我干嘛的？哇，你这个身材，好。你连我干嘛的？啊？你连我干嘛的？你一般都玩什么？打 PK 是吧？啊。玩体罚，来吧。玩什么？体罚。体罚。对。体罚是什么？体罚是开合跳蹲起啊！你不会吗？不会做吗？这些体罚你不会吗？哦，蹲起是不是 S 蹲可不可以？
啊？，S 的可不可以？蹲不了，啊？蹲不了。蹲不了吗？对，你要想蹲，你可以蹲。啊，我就正常蹲，你蹲 S 蹲，那五十几个，个？几个？五十个。我正常蹲，你就 S 蹲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啊？可以，你想 S 蹲的？不是下蹲吗？啊，蹲起五十个哈，啊，可以吧？嗯，来接吧，打总票，明白？出来是，哥姐们，咱们打把手，他直播间。没事，来闭麦。展馆里啥也没有，只不过人多。打把手，我们搂。没事，咱们有礼物就刷嘛，没礼物咱们就不刷嘛，行不？咱们有礼物就刷，没礼物就不刷嘛，啊，行吧？球不有可能像拉兔子托付报喜，对啊，这个球不，真的这个球不是不行的，感谢我批评，平安开戏啊，感谢。来，咱们有礼物就刷一点嘛，没有礼物咱们就不刷啊。行吧，感谢我的李皮皮啊，感谢给王菲联系，对我明天就给他联系嘛。来，咱们刷啤酒的，我一个一个关注你们嘛啊。给球不差不多，谁给球不差不多，开心就好啊。咱们有的情况下咱们就刷嘛，没有咱们就不刷啊，行吧？S 多嘛，对不对？咱们有礼物就刷，没有礼物咱们就不刷，咱们还是要聊咱们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对面好像对面有600多个，咱们要互粉一下嘛，行吧？球不是叛徒，对不对？现在刷的话1.5倍啊，没事，佳可，咱们有礼物的情况下，咱们就帮忙搞一下，没有礼物就咱们就那个啥嘛，行吧？现在是1.5倍啊。阿梅同意什么？你看现在，哎呦，咱们打正能量啊！你看，咱们就打正能量啊！来，咱们那些没有礼物的大哥大姐，咱们就打3个字正能量啊，行不行？没事。有礼物的就帮忙一下，没有礼物的咱们就打正能量嘛啊！感谢我的李皮皮啊，李皮皮我已经关注你了，咱们有票就帮忙一下嘛，行不？感谢我的王一啊，感谢诱惑啊，感谢我吸手施舍，感谢我开心，开心我刚刚关注你了没有？来，费事刹车不多，最后2分钟。感谢你皮皮送来的人气票啊！感谢用户啊！挂了，没事，诱惑这样子可以聊天的啊，这样子我，咱们有票就可以上一票，没票咱们就，可以聊天啊，没事，咱们，但是咱们刚刚都违规了，咱们就打正能量啊，行吧？给王菲打电话，感谢这个，这个我跟你点关注了啊，这个什么，围皮类。到是吧？我给你点关注啊，回关一下，我回关你了啊。来，最后50秒，阿斌，你跟阿美把事情办好了，都给你刷礼物，没事，这个礼物不存在就完了嘛。对面有40多万粉丝，然后人气有点高，然后我就连他了，没事，
咱们说咱们的嘛，没事，咱们有票就上，没票咱们就不要上嘛，对不对？有票的情况下，咱们也，我也很肯定关注你们的，对不对？没票咱们就不刷嘛，咱们就打正能量就可以了啊，正能量就可以了啊，行吧？来，最后20秒，粉丝上下不多。最后10秒，感谢我开心。来，有票的话现在上。没事，说了咱们就做 S 灯嘛。没事没事，不要刷了啊！啊，咱们就打正能量啊。哦，谢谢，谢谢所有家人们助力哈，感谢你们，拿捏，立正，十个是不是？蹲，开始你的蹲，把数字数出来。50个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。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，40个了啊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。OK，可以，走了啊，拜拜。再打一把，你说走就走啊！你走什么走？你打个多少分？你给我打，你影响我 GDP。我大哥等着上票呢，你这打个100多分，来。来来来，阿哥，你的也不多的嘛，你的才200分的嘛，你不要管我多不多，你看我级别就行了。你级别是啥嘛？啊，你有什么级别？你看，你会不会看 PK 段位，哥们儿？啊，PK PK 段段位会不会看位？PK 段位你会不会看？会不会看？你要是想给我打，可以破个百，在这里把你的血条先破个百。我本来是想给你点个关注的，你这么说我就不给你点了，滚吧你！你滚！你打不过我，你在那气！你跟我滚吧你！好了，咱们就不打了啊，休息了嘛，行吧？咱们打也打不过人家，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就刚才那个，给他决定了啊。行吧，咱们就不打了啊，行吧。啊，阿锦，我们两个没有电话啊，好吧，咱们就不打了，因为，行吧。你看，已经，哎呦，已经那个了，打进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再播就违规了啊！先这样吧。你看，刚才都那个了，咱们老是说这，你们老是说打电话这样那样，你看都违规了。咱们先这样，明天那个啥，啊，没关注的关注一下，没有加入粉丝的加入一下啊。